暗路敢行钱银袂行，金童风伊意思讲金堂风花雪月用钱毫无节制。前情报局局长宝贝儿子哈，叶伊人拐走了善良百姓哦，和那一些可怜的老兵的血汗钱哦，到美国去花天酒地。尽管我们在这里呼天抢地苦哈哈，他暗路敢行钱银袂行，不会听。在那边当然是逍遥自在，花钱如流水，啊。红姑包挂彩，啊，你嘛讲哈那个挂，红姑高包挂彩，我读的艺术方法有金玉其表，败絮其内啊。外表相当好，里面杂有草包。73年台北市总预算中，国民党竟然暗度陈仓，把变相津贴党部的费用以及补助人民团体费、中山楼管理费、新闻局奖助金等花样巧立名目，企图将数十亿元的人民血汗钱搞进党部，这种红姑包挂彩手法是真卑鄙。啊，伊咧包挂彩，迄个算，迄啊，迄种粗相嘛，袂使安尼。你看个红姑，事实内面唔是迄个红。咱两个咱也念嘛念啊，红过倒地，还一个死，对啊，死嘛袂念着捡着干啦，啊倒地嘛袂，啊那念嘛袂念着掉啊。啊，所以讲伊就安尼标哦，红过倒顶捡着干，所以伫咧这个阶段吼，汉人拢都是乌白乱斗啦。即句伊讲即句吼，就敢若眠床下骹捡着破草的意思，要讲，嘿，红过倒啊，即祭拜神明祖先之神说，权益意为偷偷。偷窃他人原有的成果，还大言不惭、沾沾自喜，咁是这意思。我这是神明的感嘛，哦，爱家捡着感嘛。美丽岛气候温和，土壤肥沃，人民勤奋敬业，又有守法观念。30多年来努力打拼，应该早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才是。如今还是惨兮兮的局面，统治者应该深切反省。不料竟然有人安格特定捡着感，将这一丁点成就说成政府的德政。你说他要不要脸？就可能你看到我头前可能前一期还是前几期讲着类似的事件，伊就无遮尔明确，参照拄仔迄个共名拢记错。啊，最后一条讲吼，红公西安尼讲吼，闽海边红公西白落来，伊的意思是讲呐，讲即个音应该是对 OK 啦。啊，不过伊讲吼，伊个解释呢，官音讲，因为爱人讲啊。迄音调唔对，所以讲伊咧对这台语的音，诶音嘛，无啥清楚。因为咧是用上消防线，应该是真是讲对。红公西，白老板，无人请家己来，重点是艺术为主，即句。啊，你看，从后壁这段，据暖流第11期高屏动态所在高雄县，县议会最近召开。定期大会，高雄县党部主委以来宾身份出现会场，并上台致辞。致辞内容向上级长官，也向县府首长，这种出现在最不受欢迎场合，就是讲吼，无人请家己来，红公西白落来，无人请家己来。啊，主计嘛袂念做家己啦，伊念做主计。啊，即个讲，即类似你同迄种念条吼，甲红公西白落来，其实伊一款意思，对无？主要是。有可能是道文啊，道，无人请家己来，重点是。所以讲，在伫个咱这亚洲人啊，这1983年的这期就出现一种较特殊的，政治性偶像，伊是要批国民党。啊，后来安慰人呢，咱拄仔讲吼，安利啦、新秀啦，即摆安慰人伊是李新秀，叫做出现就无共款啦。我讲安慰人甲电脑，我是相对是一个。即传统，即传统的迄种中国传统的迄种声韵啊，研究的方面比较的，伊的专长是遐啊。另外一个是郑良伟，伊是受西方迄种现代语言学训练的。这两个语言学家，伊当时提出一个主张啊，主张就讲，咱台语研究，爱对咱写台语有帮助，对推展台语文化运动有帮助的，这种研究，才是伊认为爱做的。即个以前迄种语言学家有足怪无？啊，所以讲，伫1982年六月初一吼，自由台湾这个周刊，这个周刊就是吴祥辉甲涂哥经营，伫1982年六月遐个时阵吼，创刊。啊，伫第4期这个所在呢，
哦，伊就设置这个专栏。就是讲，咱一般的思考讲，啊，你一定要用台语来写吼，才代表台湾文化啦。这句话是台语文化同听你讲，无唔对，无唔对啦。啊，不过当然，咱嘛未得要做对话，因为伫个历史统，用外来统治发展的过程啊，日本人统治五十年，敢讲日本的文化未变成咱日常生活一部分？可能啊。国民党也同款啊，华语个推广，华语个文化有可能变成主流无？对无？所以讲，咱啊台语文运动开始主流讲台语文化，你要用要去表现台语文化，你爱用台语，其中有因是绝对是，你甲讲伊话可能会主流对不对？啊，不过因是一种政治立场诶，好，我就是强调安尼，要对抗你种主流，因为主流种有相关有相对有益诶，互人无法度抵抗诶体制制度嘛，法律规定啦，还是讲已经市民大家拢会安尼立变啊？迄种，人讲讲吼，迄种势力啦，即阵伊相对的诉求是种较绝对性的讲法，即会使用稳的。你唔能讲啊，你就是讲那么文化本质论啊，因为你卖学者拢做安尼啊，你因遐人是文化本质论啦，啊，从我袂安尼用啊，啊，我了解，你要讲是安怎，我袂用安尼用去批判一个种相对弱势还是少数的这种文化面。啊！来讲，因说这个台语文化专哦，因是安那看民族还是文化？啊，要消，伊讲哦，要消灭一个民族，就先消灭他的文化；要消灭一个民族的文化，必先消灭他的语言。所以讲，文化、语言甲民族是合作的。台湾文化广场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祖先确诚创造一些让我们引以为傲的遗产。哦，依照可能引以为傲怎么人嘛感觉出现少，还是讲国，另外讲国内是出现少代志。只要在这唯我独有的文化传统中，我们的根才能获得确认。这个根，你强调你的中国文化，用根的人讲，因一种文化不接触的注定了。啊，就讲伊的按伊这个专栏，伊安那呢？第几第三期？伊设一个叫做阿头白广告这个专栏。啊，我下日再听啊，讲人民两岸最忙在解说。头天那个出来无鸟鸟气飘飘，伊带无带伊。台文哈，写十六先生，啊，前迄段叫做一开始第三期叫做台湾人观点，下一期再改做台湾文化观点，啊，因为引起用理争论啦，因为阿伟哩一开始拢是专案字嘛，而且伊的选字原则来讲，我根据我所认汉字方面伊的声文学，啊，去比较。哦，甚至是方面比较安尼去选定汉字啦。啊，你若要英文，我拄仔讲讲惯讲讲第二声嘛。啊，迄个康文强讲爱写讲话的讲，即讲，迄变第三声嘛。迄韵两对啊，你若会使用迄字呢？所以讲，伊用迄种迄套呢，伊去找一寡相对嘛是字足怪一寡汉字啦。比如讲，脚伊就袂写脚，伊会写摔跤的跤，摔跤的跤。因为迄个脚脚，一个月再一个缺，迄两脚，但一个两脚不是两脚，都无下。所以讲，从较汉字派，经典啊，还是讲安徽，伊个，还是讲因福建有一个叫破板凳，你不坐了，就是摔跤的跤，就是这个原因。啊，老派的呢，伊个用多少字啊？因为引起争论啦，所以讲这个专嘛足紧，我讲啊，就台湾，因为我的讲话就是无专嘛，所以我根据咧全台湾第九期哈，编辑是报道讲阿头白广告呢，阿个离谱信箱定专嘛，为了顺应读者的建议，正在全面研议调整中，希望近期内可以恢哦以崭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啊，不过第第十期第一届这拢无啊，啊，这就是从初开始在论啊。啊！你诶，安慰你选诶汉字安那多呐？啊，这边诶观众安慰着讲，啊，你诶选诶汉字就是安那多呐？拢伫遐伫遐论呐，即个是阮讲汉字争论啦，边边卡卡，较即马都有几种情况。啊，我强调讲，阿托贝即个专栏，伊第一遍出现用台语文来写，写者十三先生，十二先生嘛算咱诶民俗乡土一个重要要素。即时阵，咱就知讲。运动开始变了。哦，当然，咱咱嘛会使讲，啊，迄就是甲安徽人个人的迄种作为尔。啊，你嘛爱去思考讲，伊种个人作为有影响力无？是毋是？豆豆啊，真侪人跟伊安尼写，
这你来再为个人甲主体这个角度去看，哦，这嘛是有代表性，就这时间点的伫什么所在？因为伊是周刊嘛，咱讲伊六月创刊，差不多嘛是六月三十，我无记唔着啊，六月三十啦，六月三十去记第三期了，啊，可能出两三期安尼啊，还有个无，对不？啊，这安徽人这个礼俗语点啊，就是讲咱拄仔有咧平湖迄个无，迄个安崇敏啊，安崇敏嘛好啦，啊是讲迄个乌元侠，哦，乌元赤啊，乌元侠，迄个嘛好。伊拢开始有标音吗？哦，到底啊，迄男主迄种标到了，啊，一个到了投入宝，这种做法是做一个美术作家哈，美术书写以上基本爱有的啦。这种做法嘛，不是用伊独创的，这伫个日本时代，伊官方所进行的台湾调查，还是讲这种研究，伊拢有用卡纳标音啦。就袂安尼汉字，就算你学汉字学袂难倒吼，因为有标音吼，迄音袂走出来。啊，比如讲，咱即阵即个参上咧探讨讲，我是参奥格还是参咩？姚东兄讲挂音啦，挂音要写做哩挂音。到底是迄歌道子歌，还是那个意，黄一点意，还是有人朱炳光那两过？即摆就变成讲过的过错的过了。过去过挂，挂歌道子的歌呢，伊是第四声哦 ，K A U H 挂啊，啊另外过又念过念过，方言差，还佫念过，艰苦坐挂，坐挂坐挂吼，即挂，所以有人主力讲，其实是第三声，是毋是入声？即阵你作为一个乡土写作者，一研究乡民俗的人，你若袂晓台语音，袂晓无存无去看日本人因迄种官方遐学者去调查啊，做台湾调查种，你袂晓台语，袂晓音台语的音，啊，佮用一套较正确的音去标，你种研究会作乱的，一人写一款，像咱三年前卖台语作家汉语算是一人写一款。啊！你种一人写一款，你若讲，因为我根据从我的迄种吼相当严格迄种学术理论去开课，就是讲啊，这里就安尼嘛无要紧啦，问题拢是理所当然的。啊，歌啊，关于个达歌啊，啊，对，自然用迄个歌包括来用迄字就好啊，混用啊。啊，事实这里歌甲迄里歌，像讲这里另外这里歌，这里我台语我袂晓念，哎，我去查落来，加这里用嘛，伊绝对有台语的音啦。啊你！你把这字念作歌的时阵吼，伊汉字系统就乱起。这是安徽人为什么向你主张讲，你爱兼顾你这种语言，还是讲规个汉字系统五大方言，还是规七大方言这种因为英文的迄种系统，系统就讲互相对应啦，啊，袂乱起啦。啊，所以讲这个，讲你做一个民俗研究者吼，你爱去注意这啦。啊，这事先啊，因为我看的册无多吼，阮不破了写地，这个，表阮这个，阮看，阮看算足上级的一个民俗写作家嘛，伊毛写台语诗啊。哦，我唔是讲这个唔对，啊，毋过伊就是这样写，伊就啊，伊安那做兵我唔知啊。啊，何况伊其他一寡较困难的艺术，绝对会赢啦。啊，这是咱我感觉爱写一个爱。你做一个民俗研究者，爱注意，你一定爱去学音标哦。你不是来学看啊？怎么还是教了？怎么换一个教了？还是现代史来哩？啊！啊！这本册伫个出现伫1986年教的哈。你讲伊这本册为西人还好啦，创新牛啊是啥物有或者复杂啦？啊！伊的目的就讲哦，我要选定这主题了后，分散喜庆。婚丧喜庆，咱这边上有啥物礼俗，啊有啥物技术气氛嘛好啦，啊是讲迄种抽象的文化，啊是精神好，啊，即个技术我拢甲列出來，啊用华语解说，伊迄部分用华语解说，啊，毋过有一个重要的，伊有用伊迄套，伊迄阵用一套，伊家己咧用的迄种罗马字甲标出來，啊，即个是恢复日本时代迄种官方伊迄种台湾调查迄种做法，啊，即嘛是作为一个民俗作家应该爱做。啊，所以讲这本册嘛算真好用啊！啊，所以伊这种册吼，因为种册通常会
大杯啦，因为一般大家拢较爱这种。伊写一个小说本，会红到会伊出这种，伊出几啊版，吼、哦，这本这个版面是初版，已经版到二九五。啊，伊二九五呐，个新新来两地，会较这样，这大分钟啊，个后壁，哎，无安尼。等多文静呢，哈、啊，我来念啦。这是《首都时报》第四版，《首都时报》恁可能唔知啊，暗个伊是个台语看唔到。2020年5月时阵呢，伊因为多文静伫个三月嘛，哈、啊，三月过身啦，因为前几年就中风嘛，啊，就写一个文书报就安尼。啊，我来念一个，短短啊，资深媒体人，啊，伊细心毕业啊，拢伫个注意暗报啦，伫个服务，编辑。哦，诶，资深媒体人编辑，啊，华语文学家伊嘛写一寡创作，啊，歌谣研究伊嘛研究歌谣，伊诶写作人嘛写歌谣，台语作家伊嘛写台，为虾米是叫伊台语作家？杜文静，星期三月初九吼，透早四点下到来过身，三月三十日顶晡十点，伫，即因为这是。我念，咱会念棒球啦，啊，毋过安尼就毋对啊，即个棒球，所以讲拢遐，即个即无大个，即叫土气，所以讲以后即，咱念做棒球市管理，殡仪馆吼办即告别式，台北县的市图书馆吼为着啊管理图书馆为着要表彰伊伫文学上的贡献啊嘛为四月初八开始到月底，踮三楼张 B。准备就是班啊，准备筹备安尼啊，多分钟主题展，主题展，先期就是多分钟。李和辉，1949年算早死啦，1947年的一月二五出世，咱新庄人，细心报业行政科作业，甲学校的社会发展研究所硕士，伊是写歌谣的，伊即个条件，伊写伊毕业写论文是发泉州。台语写作甲相关研究，咱看看伊甲台语有关系，啊一寡台语文化关系，等于研究歌谣，助谈台语歌赋进。伫台语文化进入运动期，我家己设定，你着注意看，讲八零年代过九零年代安尼，初中呢，1990年代初，等等短短，做个艺术，这是陆陆续续，毋是讲迄分钟长短啊，嘛会使，啊不过就等等短短的时间长较短，发表讲义上，我称作讲义上。1993年以后出的怀旧小语，下了三本，会使讲古代语解说这讲义的头一个。然后正好讲义册在来出版行过，就讲到这来啊，这讲义册第一本出不出现讲用台语的，用写一篇文章台语的来解说讲义，是文理化进步，嘛是文化变迁报道。啊，我讲有三本，第一本就讲，伊这拢有伫个《自立案报》还是讲《自立早报》发表。还有一个印作册，啊，这种册卖销，啊，只查讲，因为大华伟甲这黄景的因只人拢袂歹，拢有斗阵过，阮过咧盐分地甲阮阿娘。这本册，真大阮家较少注意，啊，毋过我看了这本册，我就讲哦，就安尼，感觉真遗憾，就是，哦，伊一句讲伊后壁就拢在伊，该理性吼，啊，搁迄啥物，迄个。曾英明无共啊，啊，不过曾英明伊特点嘛在买啊，伊后壁附了一挂文章，啊，不过我感觉四本尔，啊，李行伊用华语，啊，而且佫有一点哦，伊嘛坑文用迄种，伊有可能无达篇安尼啊，因为当伊伫个媒体做记者，所以讲伊嘛会批评国民党啊，哦，嘛坑文用迄种写法啦，啊，即时阵第个伊即种。出版方式还是书写模式呢？就是我认定讲的讲，有超越书籍书写，有超越民族写作、华语民族写作的一个典范啦，这个杜文静。当然，咱嘛再去讲，有诶，咱台语作家伊认为杜文静伊也无专心伫咧舞台语文学啦，啊，毋过伊至少，安怎讲呢？伊就是出本啊三本，啊，另外一本是2002年诶，啊，来嘛，迄台北政府出，啊，伊本就我无。啊，个我看主要是讲同款，类似这种写作的方式，啊，伊就用一篇台文，专看你就影，甚至是无标音啦，
啊，所以讲难免吼，汉语嘛学袂难到。我用一篇几篇的台文来解说这什么？这而且佫有一种批判性。啊，这是代表讲，一来这本册就是出现伫个台语文学已经进入运动期的这个卡头，叫三年册嘛。彼时阵不管是地方政府进入人物嘛好啦，吼、哦，啊这作家嘛好啦。哦，文化工作者讲，民众、民族写作者嘛，共好，拢足支持台语文言文上嘛。哦，啊，等到遐个，咱讲个讲，真正咧写纯文学个吼，出皮囊个。哦，啊甚至其他个语作个，像个李娇啦、彭水金啦，啊遐纯文学个作者，像陈千儒啦，啊是华语外省个啊，陈若曦啦，廖贤浩，遮个人等到拢反对啦。啊，搁基本个一寡迄种文化啦。啊，你讲本土派嘛好，独派嘛好，伊迄个卡都足支持。啊，当然啦，进一步发展台语文，若进一步发展德派啥物出现，那会更加强的时阵，遮个人自然自然就会较袂甲你斗阵啊。哦，即、這个表示讲，伫个即个口内有一寡足侪迄种心态现象啊。哦，啊，即我认为大部分就是三本册重要性的即个所在是遮，即是讲我讲结论迄个部分。啊！你用台语写作，你超越我讲的书籍书写。啊！我强调讲，我唔是要叫吴文波啦，还是柯献平，还是吴开朗，还是个王耀东哦，因来写台语文学，唔是这個意思。咱是集体来看，咱看讲遮民族写作者，拢用华语咧写的时阵，甲渐渐开始侪人啊、哦，开始用台语咧写的时阵，有啥物无同？绝对有无同的嘛。迄个表示讲。非常简单的啊，一般人主张讲，我用华语写，把它看到有啊。哦，这种方法有伊的得意嘛，有伊的秘书存在啦。啊，不过，因唔是要叫伊写作，我唔叫欧台人去写作，伊去创作。啊，不过伊开始思考讲，我变啊学台语，第一个目的就是讲，我变啊呐去较正确载现我所研究对象。因为当然，遐对象唔是全部拢语言，啊，不过一部分是用语言来表示嘛。哦，啊，这安尼，我若有学台语，学台语的音标，罗马尼嘛好，安尼，我想我对外研究从会更加正确，迄个袂让日本时代伊迄个因官方的种做法。第二，啊，若进一步也好啊，我就唔惊开始有人用这种台语文来出版恁的民俗写作的时阵，你就代表讲，啊，这运动开始有咧进步啊，啊，这是一种现象，因为你。你就嘛，你讲较被动的讲，表示讲遐有市场嘛，还是讲你要创造市场嘛？第二，你较自信，你讲啊，我要用台语来写，我知我唔做人袂听，啊，我要创造市场，这种做法，这是即马咱台语文运动在办作家伊的基本思考。我无咧管别人看有无，我就是要创造市场嘛，一个两个拢好，我就是要做运动。啊，另外一种来讲，啊，消极性的，我就是反映市场嘛，啊，表示讲即马这市场台语文市场。较大，即个写民俗的人开始要用台语文来出世，即种拢解释拢会当会使。啊，大概咱个位置个角度来看讲吼，即叫做咱即民俗写作家即外地方是啥？民俗写作家台语文书写，吼，啊，咱贵文啊，厝个观点来看，吼，咱若有法度，因为我之前我较紧拢藏伫个静文当地啊，就讲我要看讲华语甲台语之间伊种关系到底啥物，爱提一个即种咱讲个互联上个。用个文学嘛好，因安那选汉字、选罗马字，啊，这种个观点无同，我会产生足侪冲突。啊，民俗说，这地方是啊，文学书个观点。安尼，你先处理这运动去进行啊，因为这个问题啊，这个冲突个种元素，同款个影响较深嘛。所以讲，伫个台语文运动内部甲外部拢有法啦，拢伫遐咧争啊，争一寡吼，迄历史已经发生过个代志啊。系啊，啊，事实伫个。运动发展过程内面，我讲个讲，上简单个啊。人遮学者，不管安徽人汉人，人一般人归类做汉人派个。台湾位有一个上，则是王耀鼎，即嘛是拢算西方吼在办个即个语言学家，伊拢有一个共同主张啊。汉人无了完全彰显台语啊。你要相信无？你若是学者，你都毋相信啊？即个人个语言博士个讲法，从我来拢做出。啊，即种个。运动累积的这个重心吼，爱延续啦，爱互普遍个大人知啦。
较袂伫咧产生讲吼，啊你即摆你讨论咧，其实别人拢已经讨论过啊，啊你阁毋看别人个册，毋知历史嘛，啊干呐为着伫遐咧争甲吼，双方个感情吼，政治之间感情无好，即个是咱，会感觉吼足危险个代志，因为即摆真是讲咱足侪代志作家拢是安尼，啊你本身你嘛袂晓得嘛哩。啊！你就讲你罗马尼亚那多呐？啊！你本身你对汉尼嘛无一挂熟客，啊！你就讲汉尼多呐多呐？啊！所以讲这拢是咱爱做运动者，爱去熟客，还是讲咱做一个较积极、较热心的一个读者啊，关心的文化嘛，就爱去注意。啊！我是唔知讲吼，在乡偌济有咧写这种面相，啊！不过我感觉还是重要个。你若要做面相研究，你讲你袂晓台语的迄种种音标，还是实在是无及格。咱时间够耐未？十分。到尾。我先问一下迄个史老师，头拄迄个相片，你咧讲图文间吼，是倒一位咧？你出两个人啊？无讲倒一个啊？啊？倒一个？这是阿凯。哦，这阿凯啊？这图文间。哦，这图文间啦，你爱爱不？而且你现在十几年前的相片。我希望讲。这个吼，这个阿凯无？爱注明一下啦，注明讲啊。多文件倒手啊，正手。啊，迄伊主编啊，伊主编家己要的。安尼啊。哎呀，我讲吼，你安尼唔好咧，我慢慢讲。到底啊，因为是无相片啊，啊，这张因为有伊厝的相片嘛，所以讲无争论啊，袂有办法的问题。三十四位啦，三十四位。对啊，应该爱写一下，讲吼，啊，这阿凯，啊，这我不看时阵，到底是咧。我没写阿凯，这多文件新人就会使啦，哎，主题是多文件。来，咱在场到人要请教咱这今日的主讲者。来，迄、那个王大哥。啊，我先讲，经过一个事件，就是讲这个黄春明哦，安尼讲听着？无，有听着？咱袂用咱数位。哦。啊，这个是。这个黄春明。黄春明的先生哦，啊，甲这个蒋伟文、蒋伟文咧，咧有整件代志吼，你看是相关？嗯，啊，谢谢。我要讲我的立场，会使讲，好啊。基本上简单讲，你若讲要哦，你有支持无支持？我当然我支持蒋伟文，因为蒋伟文就我这个科教授，咱才无支持嘛。啊，不过就讲，我有写一篇文章啦。我拄仔咧讲啥？我拄仔刚才咧讲，我袂记我拄仔讲一句重要。我你哦，文化本质论啦，一般伫学界拢叫袂看。听的后生嘛好啦，解构，就你唔可能拢听无啦。什么邱桂芬啦、廖新浩遮个啦，遐有留学的吼，拢摕这吼全世界当个流行的理论来批判本土运动。因为你诉求的是讲，我文化的根伫遐呢，阮即座的系统伫遐呢，有无？啊，即摆就是讲，第一，我文章的重点讲，伫个过去的历史内面，这冲突吼，唔是个人甲个人，至少。无绝对是个人甲个人，啊，有可能个人甲个人，冇可能讲伊后壁有代表。啊，我会当讲就讲华语甲台语之间的冲突，嘛通看啦。啊，其中一个原因就讲制度无平均嘛。那我讲啥物？你原住民意好啊，你是一意啊，原住民认证，一点一亿 OK 啊。哦，反正这个洛小明，咱学较侪华语，你刻意六千万，台语。台语的部分变四千万，搁人咧抬了了，即制度，啊，伊就反映伫个作者言论上的迄种，有可能你会使讲啊，黄春明甲蒋伟文哈，啊，着伊讨论伊争论的点作势，我是比落其实无势啦，因为我在场啦，因为伊用作屁上的迄种口气来讲，有可能作势，啊，毋过伊会反映伫迄种作势争论啊，你大诶核心的物件你无处理，制度你毋处理。啊！你弄电视台，我拢无电视台。哦，到后生爱运动，生拢了无不收。我写小说，啊，有人爱写戏剧个啊。啊，伊弹钢琴啊，我若拢无机会，你若讲互我来做只通过个吼，我有当生活。好像问题啊，因为啊，而且我讲过啊，伊作阵人讲话讲客人问，啊，你咧电视台作济啊，面试嘛恁个啊，啥物啊？啊，毋过阮要运动才要求是公共台嘛。因为讲强啦，有可能甲一寡文化产品、文学作品吼，搁提升嘛。哦，客家毛里桥迄种甲搬做迄种戏剧嘛。啊，所以讲第一个
你爱你卖个干买把根啊放爷个人个根。第二，当然这个比例是无啥好啦。比如讲，我要讲，我请假讲，我要甲你抬死，拍就好啦，我甲你拍。你莫爱问讲到底是真啊假的，伊是切肉还是安那？我要甲你吓尔。当然吓是无好啦，啊，不过人讲吼，冤家无好话嘛，还是安那？有可能这种，你发表一种言论，有可能是甲你吓的。我真正无真正甲你吓。啊，伫个我用这个题来讲吼，那真正你要用迄种理论啊来讲，我咪讲迄叫做策略性的本事，你嘛是我的理论，迄是因咧有解过这个八吼，有一个女性后视频咧。啊，佫有解过迄种，伊佫策略性分一分。第个我就是强调讲吼，我要再现台湾文化，一定要用台语。啊，事实我台讲吼，迄是绝对个。啊，毋过我伫个运动上，我伫个运动上，我就是安尼主张。因为种主张是弱势者有可能发声的机会啊。啊，就咱参照讲，我即摆恁，比如讲我即摆我比你较弱。你黄春明代表华语文化，你甲我拍一下吼，我真正我可能就混涂骹假设啊。我为着要自保，我嘛会使假硬甲你强下来。啊，你过来，我过来要甲你安那吼。所以讲，种文化现象足济足济啊。所以讲，第一，你若看讲伊些弱势者就安尼啊。为什么咱有法度接受原住民？迄原住民，你看爸母啊，就较素有，伊嘛比拢比别人强啊。咱有法度接受，台语的你就无法度接受。啊，何况讲吼，我原底有个人会妥协，是因为讲啊，我想我要甲你原住民做好个朋友，我你若有空，你若有啥物资源，我会使甲你斗阵。遮个人根本就无想要讲，我甲你那冲突那去示威啊，我就是最后一条路啊，相对较最后的一种手段啊。哎，这种情形啊，吼，我感觉，伊若单纯有人讲啊，哎，这种黄春明的事件，周文明这做法啊，对台湾运动违规，凝聚内部的功能，袂使啊。我感觉安尼尔无一定啊。啊，第二讲吼，咱种社会事，咱嘛看个个人的，咱要去思考后边迄种社会种权力结构，安尼来一点一点去，即我都讲吼。袂完全听咧媒体，因为在场嘛，因为黄春明是用一种做屁相的一种言论，而且无底的言论也咧批判。我袂像黄春明，哎，为怎会袂安尼啦？因为伊个性较高，我较无胆啦。啊，不过，迄是哪听是哪挡袂了，啊，这是咱爱现场到底是安怎，第爱第知。啊，媒体啊，看看。就今日的这个主题，唔知道有啥物咧，共咱的主讲者探讨无？咱的馆长，你这个主题有啥物？来发表一下。哎，就是我，头半拿出来，我唔知头半大家咧讲的。哎，我无私下拍，大家拢是专家，比我较专家，我是不是啊？我这个爱无下款。不过头半你讲的是，稍微有差。你讲迄个，你请教迄个前个月啦。啊，我也毋是讲有，甲赵慧文甲黄春明有已经讲好想要辩，啊一段辩论，当时，还是啥物时阵？啊，我怎无听到？哦，安尼哦，我反正有看到讲有即个报道，讲有要办一个。因为我两块刚刚买只。啊，我两块买只，啊无来我只办啊。因为赵慧文较爱当。哦，本来是原生事件发生的标题啦，吼、哦，等于甲迄个标题来搬，可能是较有迄个历史意义啦。啊，若要摕标题，其实生态嘛是有袂好，不是袂歹的标题啊，去搬啊。啊，若真正无标题啊，就反正搬嘛无问题。图书馆了啦，系啦。无安尼哦，因为我迄阵是看甲讲，诶，也、欸、是讲张伟文老师的迄、這个 blog， 也是迄、那个。张伟文教授伊的主题咯，咱针对咱迄阵讲的主题。第二点还是难管，啊，伊是毋是作对我唔知，至少，因咱就针对这个议题啦，咱卖去讲，大错大错讲其他。关掉的主动要求，主动出击。对。另外就是讲，迄、那个事件了后，我来伫迄个 Facebook 的顶端有，然后安排了一个。我的感觉是安尼啦，我会讲。
因为大家拢伫遐一个台湾文学即个基啊啦，啊，问题台湾文学下骹，咱变做咱是用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岛屿来界定即个台湾文学嘛？啊，内底就无共款的意识形态，无共款的创作语言。啊，咱较看开是因为创作语言无同的争论嘛吼。我一直感觉讲，敢若会当换一个方式来看，就是讲，啊无咱用创作语言甲跳开就好啦吼。啊，用华文创作就华文戏，用台文创作就台文戏。啊，台文戏可能规划较小淡薄啊，问题嘛是有家己的一个天地嘛，会当在内底家己用一群幼稚在内底会当去打拼的所在，免讲，即摆因为吼。挂一个台湾文学系这个名，问题是咱足侪台湾的朋友就讲，你台湾文学系若要要推广台文，敢那你着挂用头袂到啊呢？哦，啊对因另外一批人来讲，伊就讲，啊这华文的创作嘛是台湾文学啊，是安那要甲看个遐矮，哦你定用台文来创作，啊这永远是差袂。我感觉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开始着资源分配嘛，哦，这永远着无解啦，不如吼甲跳开，无一定吼大家当相安无事吼。国别去发展，啊！你若讲华文，若讲台真正台湾的华文创作哦，会当外好外好，会当伫世界华文界吼领导，也是啥物，会当领甚至领导中国的华文创作，啊，你去拼嘛吼。啊，咱嘛已经有真侪资源放伫华文下啊嘛吼，华文艺术啊，然后用一撮资源，即摆台湾下其实也无济啦吼，台湾下无济经营资啊，啊无讲即国台湾下嘛，无讲规模足大经营资啊，无得留予台湾文的创作。啊，我是看人爱尔兰是安尼做的，哦，你爱尔兰我唯查因的迄个 Trinity College， 哦，迄是爱尔兰上有名望的大学，伊内底就有迄个 Irish Department， 哦 ，English Department， 哦，伊也是讲爱尔兰文学啊，伊就讲爱尔兰语的文学，甲英语的文学嘛，对，啊，其实嘛，啥讲，其实爱尔兰人因咧创作英语的文学是有足侪有名作家嘛，哦，你讲萧伯纳啦，哦。那个迄个啥物叶慈，哦，啊甚至近代啥物贝克，这些人，迄种嘛是爱尔兰人啊，啊拢英文咧创作啊，毛做有名啊，表示讲，人爱尔兰人要去争夺这个英文创作的这个世界，底下底下人比拼嘛是拢徛在头前的比会到的啊。啊问题是，人嘛是到一个领袖，吼一块地盘，互伊家己的爱尔兰语、爱尔兰的文的人去创作啦，吼、哦。啊讲，哎嘛相安无事，嘛是介好。所以不一定这是一个方向啊，大家参考看嘛。那咱减少讲咱足侪内耗，有人讲恁干咩内耗啊？偏偏拢是拿一个台湾文学伊啊，结果家己先拍到老火老地，吼、哦。嗯。安尼吼，不一定，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大家参考安尼。我听你意思是讲吼。中文系，啊，大家都学文系嘛，你睇下中文系，啊，唔系台湾文系，台语文系啦，对嘛，啊，台湾文系就系，啊，即摆中文系是差不多在大学校咯，对嘛，喺大学校咯，好，啊，若讲台湾文系，讲台湾文系，讲叫做台语，唔系讲咩台语啦，台湾语言啦，毛包括起毛话起啦，当然，伫个视觉上啊，台语文运动者辛苦较细，啊，不过，若真正讲好，你了解做吼，大家拍拼。你看，看十个黑就好，黑素就好啊。比如讲，现代黑素、朴树班、树树班、素树班，甚至吼、哦，全台湾甲现代拢学台语的吼、哦，可能嘛，小可会拍错啦。问题即摆拢无嘛。对啊，对啊。所以讲，你算，你讲迄是因爱尔兰伊的做法，当然足好个。连迄个无。对啊。冲突再发生嘛，我拢无啊，我甲你平衡闹天，我都唔惊死啊。即甲迄种人讲，迄种族群之间共款意思。对无，啊！伊伫遐，伊讲较白了吼，微博啊有伊种外口的行动，有反映伊伫台湾的微博一挂错误啦。哎，啊，所以讲，那大家拢全台湾人拢来主张吼，保证大家拢袂吵，咱就袂敢吼挡袂了，袂敢无讲话的机会啊。咱今日非常感谢咱的主讲者吼，啊，利用从短短的九十分钟，啊，将咱今日主题，就是讲用本老师的观点来讲到咱民俗的写作，甲台语文书写，
咱是请咱的馆长代表咱的主办单位送伊一个咱的纪念品，来，不管啥来个欢迎一下咱的主办者。谢谢。啊，遮有淡薄啊，这个小小的薄礼啊，我感谢咱的主办者来到咱的游览这家。谢谢。谢谢。那么遮做一个广告，咱伫后礼拜的拜四啊，继续咱的276场吼，咱要邀请到咱的这个陈明林老师，迄、那个伫明仔后礼拜的拜四要来讲这个所在，哎，咱伫隔壁吼，咱后一届后礼拜来开始吼，伫咱隔壁这个教室，啊，馆长有体谅大家吼，因为讲咧写的时候较无多啊，很写，啊，迄、那个冷气伤大声，啊，所以影响到咱以后要数位化吼，咱伫。前10场吼，是透过手机的这个直播，啊嘛，从即摆开始，咱请大家吼上网，即网站吼啊，搜寻这个 WENKQBA， 啊，就当找出咱春假日是2011年11月七月七三拜四，咱就当找出这个凤凰城台湾系列的讲座275场主题，比如讲今日的。主讲者是徐俊秋，出在内底，会分作四段来播出，啊，这是头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拄啊，其实咱的主讲者有咧讲到，咱一个在座可能跟我同款，对着台语的这个认识吼，头一届我听这个阮俊秋兄咧甲我讲，欧哥，你吼，你是台语的文盲啦，我心内吼有100个差就对啦，结果。我看伊做一个沟通，才知影讲啊，原来伊是咧讲我的台语的这个罗马字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实际上啊，细汉听爸阿母咧讲着，像讲咱咧讲的奥多拜，这是伫咱台南、台湾较发现的，诶，一个语词啦吼，迄个位，伫闽南的所在，比如厦门，因都无讲这奥多拜，啊嘛，这奥多拜咱知影是对这个 automatical 来甲翻译过来，简称叫做奥多拜，台语要写出来。所以我嘛是建议讲吼，大家来同吼，烧酒楼顶就楼卡啦吼。咱伫市立图书馆的这个隔壁三楼，我知影是即摆已经有九个报名吼。咱台语罗马拼音的课程，那么伫11月22日开始，连续8礼拜，咱聘请着咱的吴灵石，我是咱电邦遐的好朋友啦吼。同款伫拜二开始。从7点到9点吼，啊，有兴趣的人，还是讲你有想要报名的人，阮遮有这个招生简单吼，招生简单。那么今日啊，而且要搁再大家感谢大家今日的莅临吼，咱后礼拜同这个时间，隔壁地点，咱再次见面，多谢大家，谢谢，努力。